竞争条例维护平等竞争，务求令商界同消费者双赢，消费者在产品的价钱、质素、种类都会有更多的选择。各行各业百花齐放，企业有能力就可以扩展，新竞争者可以进入市场，推动创新，提升营商效率。竞争条例维护平等营商环境，有利市场发展。即刻上竞争事务委员会网页睇下啦，维护竞争，纵享其成。